因只1903年诶丹顶破日，再从加以画到生命力诶艺术季系列活动，加以市政府对12月18号到明年1月5号在博物馆展出的加义公园对话 ING 艺术新传创作展作品，拢是加义地区艺术大师诶创作。嘉义市文化局接到艺术大师陈定波精神为号召，连接江浦魂、桂东营、陈金辉、陈金辉、林国弟、侯英团、王金东、萧耀天、陈仲雄、陈铁、黄兆峰、何明忠、杨胜强、蔡乃静、叶木强、陈正宏、李碧兰、江进川等18位嘉义前辈画家，跨越时空，甲先祖庙画一家乡土地对话，用画画重新来诠释嘉义工行，传达出跨世心传话工行的理念。将创作完成的优惠作品捐赠嘉义市政府，以行动支持艺文传统。这个展览也为我们明年103年的即将登场的陈澄波日吹响了一个首展的号角。那定在这样子的一个档期，又是因为岁末，接着的话是要迎接新的一年，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嘉义市每年最热闹的管乐节将要在明天登场，所以我们把我们整个代表我们现在画都嘉义精神的所有前辈艺术家的作品在这边做一个呈现，希望为了呼应嘉义工行主题以及丰富展览内容，以彩绘新艺应画图的意涵，甲每一位参展的画家邀展一件50至100幅具有个人风格油画作品。每一件作品画面扎实，内涵丰盈，呈现每一位老师的经典创作，有形式、美学、形式、人生哲学意涵以及家己人文意象等面向。书中有画，画中诗，原作策划由协志工商何秉忠董事长捐赠嘉义市政府文化局典藏，现场也展出了今年丹顶破日再创嘉义画都生命力纪实影片，对于嘉义画都重现荣耀做了非常深刻的诠释，推动本怀凝固力，也启动画都精神心心相传的艺术新力量。最新新闻，蔡秉忠嘉义市采访报道。